为什么跳舞的女生臀腿线条都特别好看？王子特意请教了20年经营的舞蹈老师提臀塑腿的小秘密。这招风靡舞蹈圈的训练方法，点心收藏好，腿部打开，两背肩宽，腰背挺直，深蹲向下，左右腿轮流交替下压各10次，做5组，练完臀腿超酸爽，一周就能看到明显效果。关注我，分享更多变瘦变美干货。长得高了不起啊，哼，长得高就是了不起啊。打扰了，我来教你怎么长高。向上拉伸，双手寻找天花板，左右拉伸，感受侧腰的拉伸感，背部拉伸，手背对着身体向前推，踮脚拉伸，踮起脚尖打开双臂，婴儿式拉伸，以上5个动作每个保持1分钟，还要多喝牛奶，保证8小时睡眠。我都快30了还能长呢，你还不快点行动。瘦子买衣服直接拿最小码，胖子只能穿吃肉的，不想胖出花脸就做这套动作，21天让你轻松瘦。动作一，前后交叉跳30个，动作二，深蹲30个，动作三，转体跳30个，动作四，原地快跑30秒。关注我，分享更多变瘦变美干货。王子，生理期是不是不能做有氧运动？对啊，那有没有生理期能做的运动啊？当然有，学会这几个动作，生理期瘦双倍。一，蝴蝶式，30到60秒，身体坐直，双足相对，双手相握。二，骆驼式，30秒，双膝跪地，头慢慢向后仰，双手触碰脚后跟。三，卧鹰熊式，5到10分钟，初学者可以将头放在枕头上。四，婴儿式，15秒到2分钟，双膝跪地，双足合并，全身放松。别忘了关注我，我是陪你一起变瘦的王子。王子，我不想运动，怎么减肥啊？胖着吧，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帮帮我吧。好吧，这份食谱记得收藏。第一阶段，3天断轻食，1天1杯酸奶，1个火龙果，瘦肚子瘦腰特别快，能瘦3到8斤。第二阶段，3天水果餐，晚上尽量少吃些或者吃一些水果，减脂瘦5斤。第三阶段，3天沙拉，午餐鸡蛋加牛奶，五彩沙拉，晚�餐1个香蕉或者不吃，这样可以瘦3到8斤。王子，为什么别人的小腿是叹号样子，而我的就像个括号？那是因为你久坐，臀肌无力，小腿外翻啊。学会这个动作就能拯救你的括号腿。点个心，继续往下看吧。双脚间隙一拳宽，双脚外侧悬空，重心偏内，大脚趾用力，保持平衡，然后上下点脚尖，每天4组，每组20遍，坚持1个月，还你迷人大长腿。我不是天生的瘦子，而是通过后天的努力变成了现在的易瘦体质。这3个动作2周就能见效。这个动作坚持1分钟，还原少女背，瘦腿还瘦腰。这个动作做50次，跟小肚子说拜拜。这个动作做20次，让你瘦成筷子腿。别忘了关注我哦。你看看人家产后，你看看你产后，跟着我做这6个动作，你也能和他们一样产后迷死人。动作一，修复骨盆底肌，改善漏尿。动作二，改善骨盆前倾，缓解腰酸背痛。动作三，改善假胯宽，消除妈妈臀。动作四，修复腹直肌，消除大肚腩。动作五，改善含胸驼背，消除虎背熊腰。别忘了在评论区打卡，我是陪你一起变瘦的王子。你每天运动却越来越壮，那是因为你没有拉伸。光运动不拉伸和白动没区别，学会这几个拉伸动作，越拉伸线条会越好看。赶紧点个小心心收藏起来。小腿踮脚拉伸，这个动作能拉伸你的小腿，让小腿线条越来越好看。大腿拉伸，这个动作能有效拉伸大腿前侧，左右弓步腰部拉伸，这个动作能让你大腿内侧线条越来越好看。千万不要光健身不拉伸，别忘了在评论区打卡，我是陪你一起变瘦的王子。